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再跟大家分享电影《X-Men: First Class》《X 战警：第一战》里面的惯用语。今天的惯用语呢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哦。就是 "On your marks, get set, go"，就是各就各位，预备开始的意思哦。那我们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来看，这个 "On your marks"。那我们来解释，就是说，他站在起跑的这个标线，也就是这个 marks 的意思哦，就是就定位的动作。那 get set 呢，他就是有做一个准备起跑的动作。那最后那个 go 呢，就是通常就是讲开始跑的意思。那套用在这个我们赛跑的一个中文常听到的一个三个指令呢，就是各就各位，预备开始。的一个说明哦，那这就是这个惯用语的一个解释，跟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。